大家好，这里是咚咚锵，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最近的这个 G 二零峰会上啊，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西方国家呢发表联合声明，逼迫我们选边站队，声讨俄罗斯。哎，就连这一次峰会的东道主俄罗斯一直以来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的印度也选择了签字。但是最终呢，由于这个中方外长和俄罗斯外长拒绝签字，在两票对十八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方是顶住了压力，坚持客观中立的立场。 西方国家的阴谋呢，并没有得逞。那首先啊，我们来说说，就是我们为什么拒绝签字？因为其实西方国家的这份谴责文件呢，明显是在甩锅。他们不仅要求俄罗斯无条件撤军，同时呢，还指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导致能源危机、通胀危机，让经济遭受巨大冲击的罪魁祸首，指责俄罗斯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呢，俄罗斯当然是断然拒绝签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而中方为什么选择拒绝签字呢？这就要说到上个月。 呃，中国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这份文件了，在上个月的二十四号，是这个俄乌冲突爆发的一周年嘛？中方呢在那一天发布了这个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文件，在里边呢也明确的表示，呼吁。 冲突的各方尽快停止对抗，用和平的方式缓解矛盾。中方劝和促谈的前提呢是客观公正的，而西方呢目前不仅对俄罗斯实施了史上最为严苛的经济制裁，还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一次呢又指责俄罗斯破坏了全球发展，显然中方也并不认可这样的观点。而最终呢也正是因为中方的这个一再的坚持，呃各国呢也没法就联合国的声明草案的内容达成共识，所以呢声明最终是流产了。随后呢中国与俄 俄罗斯外长也是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而在这里边，值得我们一提的是，此前一直保持中立立场的印度啊，也被西方国家给带偏了。印度外长苏杰生呢，就罕见的表示说，印度政府啊，已经无法无视俄乌冲突为人民带来的苦难，以及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遭到的侵害。为了实现全球的和平啊，这个。 呃，印度呢必须呼吁俄罗斯结束这场冲突，并且尽快的从乌克兰撤军。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要逼迫我们选边站队呢？其实理由大家也都清楚，非常的简单。如果我们明确表态偏向于俄罗斯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就会毫不犹豫的对我们也实施制裁。你看，此前美国已经以这个对俄提供武器为由，对中方的五家企业实施了制裁嘛，将他们都列入了实体清单。 但是，如果中国明确的表示挺俄呢，那就正中了西方的下怀。但如果说我们偏向于乌克兰呢，那么西方国家无疑也会加快北约东扩的进程。唇亡齿寒的道理，我想大家都明白。而此前呢，还有很多的网友在指责啊，说这个咱们这么长的时间都不表态，始终保持中立这样的立场是软弱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倒是恰恰相反，中方从始至终保持中立客观的立场，正是一种自信的大国态度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此前许多保持中立的国家。 已经在西方的胁迫之下选边站队，而中方呢能够坚持不偏不倚，还不担心同时得罪双方，正是因为我们是世界级别的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俄乌双方僵持不下的话，那就需要一个大国出面调停。一味偏向乌克兰的美国和西方国家，那是显然不合适的。而中方呢，正是促进双方坐下来谈的最关键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我们的这种客观公正，能够从俄。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持续到现在，这本身就是我们坚定的结果，并不像某些网友说的那样是一种软弱啊。也只有中国能够在 G20 峰会这样的大的国际舞台上顶住压力，拒绝签字。而目前呢，西方国家如此的针对俄罗斯，显然并不是想要这场冲突真的去结束，这样的只会加剧双方的矛盾。 导致事态不断的升级，而中方作为负责任的国家，自然是要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再会。